他不一定找你，你们啥子？他一找啥子？这一找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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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一找多
班长局太监来了，哪局太监？班长局太监啊！站不中，我鸡巴干了，那都没用啊！那俩鸡巴都没根儿，俺拴住了，鸡巴对着他，俩毛都没根儿要拴住，鸡巴刚去，出院了，鸡巴，我天，鸡巴不出他这屌事儿，他还敢出工农民，我都敢，他敢工农民，我都敢扯。那大的那个二兵，他工农民我都单跑，不敢扯他，他们家伢子的，可以上他大腿脚弄麻子的话。他刚才大腿的麻子鸡。打麻将，那记得的。杨海，你走了才来的啊！我说我买的，把老王搬了两桌的坐一桌。老王那个老王，那个老王戴眼镜那个，戴眼镜那个。我是专门请那个戴眼镜那个。那个蒙古王眼镜吗？他没有戴眼镜，谁戴眼镜？蒙古王我真懂了，那个是蒙古王。老家是蒙古的。啊，老家是蒙古的。姓王，这个叫蒙古。摔手，不但十三，男的话不说了，你小的，你这个得八十，还可以，好了吧？媳妇儿穿的表还可以。但是有两根儿，唱的唱的很好。中国人，他们都是干这行的。反正马路边都是业余的，那好，那成了吧？你不能在马路边唱。歇歇，手大了，不能站。你干嘛？对吧？大佬在。我把马抽。我先吃他的马，那肯定先吃马，那有马用。因为这个马，啊，我先把这马吃了。对，先吃马。那给我吃他的肉，他再拱了，再说，拱了咱鸡巴再不拱，咱俩跑。老赵那关系。拱了咱俩跑。老赵，我就是念的，一直念的是阴阳。有这何求呢？这是。第一把锯。不敢拱，我把中马一扯，还一家把这锯一扯，这个是个何劲？他家也把那个锯。用了阴阳快八十。我先杀一家先。不是你不拿你搬个教学。杀一家，弄一家，把这锯。啊？那是天气。就是天气。他不是建议中的那样不行，那不中那样，不成立了，一个都不成立，走，你们听人说，你听一下，不成立了，不走，关桌，咱鸡巴走，就店里那个，我知道，你们听人说，咱鸡巴打不过，咱跑，自己都能摔上去，是不是？咱何必要干那那啥？咱不能跑，上台讲还行，大体个。没啥区别，上了一张也可以，上一张也不行，上一张不给他上了，上一张上了一张就行了，该点局了，点局点局给他打了，记好，你俩喝你都记肯定，肯定能喝，现在能喝，我一点局了，上一张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先让你打点局了，等我的中炮，点局给他打了，不要，你推你推了。都是他升个啥了吧？他升个局吗？我升个局。你的好心你推到黑了，他这个瓶插到底下了，全是铁盒。我不敢弄，你不管他，下次不能过，你把他给下了。先打，先打，这啥嘛？你把他给下了没有？先打点车嘛。你推过来了，你的气，你的气，是不是？不要干有事，这个瓶不能多一个瓶。是气，他的气好走。我马没他妈，没有啥马喝。他妈围着好，马没往里头喝。谁呀？你冲动。把箱子，这聪明我包了。我把箱子先了。包了。他把你包了啊！我说你不能给你冲了吧？冲了那不啥子了？那这个局啊，那他那吃香还是厉害的，对，吃那个香的，他那香咋样？他那香往哪跑？我让他香的点住，我行了，点住来这把组织进攻了。哎呀，你把怎么沾一点油脂都给他给推开了？你们先进来上墙上，你这往那撸来了？我听谈错了，有啥油脂？别说了，那能吃了？吃了，这都是啥？这都是比着比上梁山呀，知不知道？比上梁山呀。嗯，他一冲锋兵，一跟那要啥也不合适。不是给他冲了，给他冲了，是给他吃了，吃了啥？那你冲了，给他供了那哪呢？他吃了我都跑了，我能给他冲了？你咋的？你这个啥？你不是叫你爸来了吗？爸来回来，我说你先给他冲了那东西，先别想了。给他吃了那哪呢？吃了他鸡巴香了，今天做了干？公园想跑都跑不了。是公园肯定不带劲，十八号是下周的一个三次，16号、18号、19号，俺这确实想不了。这个咱俩都得走，新疆电视台公布了，新疆日报也公布了。
那是具体的，也是也公布了，他没说截止到几点，我见一点五十下来了。七八，你上这边，昨天我这一串的那叫啥呢？先他们放个什么？不当人一说。反正我跟他们，他们串一串，我想完一顿，他上个下午再去干。哎，我说了，我也没。这局，我把这个站在外面，光就这么围着。啊，先把这局下一下，上到角去。啊，那个角多呀？那局没地上。啊，他没有，只有那个角。下一手，那你又给人家一包，他们该上班的上班，你给打你去。下来，我先手去。那那那，你不敢上。你瞧赵伟这是个啥代表？你当这谁当这打个折了吧？这叫你收拾了，我这都是多穿的，我先把你地上摘。啥东西？那个没地。大局给他管着嘛，这俩就穿的。腿就吃香，腿就都不能吃那香。你都把那个吃了啊？都把香给吃了。这个这边溜下，下人又中炮看到了。他说他一动把他才吃，这天天搞一步都丢字了。人家搞一步局才看上去。他一跳，你瞧。你搞一部剧，看着像红布人。咱出来，出来，他妈也没地方去。没有地方去，你他妈上哪去？他妈你把把打掉了。现在还要出名的对啊，下回要出名转的了。肯定是他转。哎，你回来了？你飞回来了？有问题。家人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咱不能上，咱老不能上，肯定上。你要是家中年大的咋样？我给他等你吧，我都给他跳下去了啊。你的房子对。家中年大的。没对。大的嘛，咱们吃了。瞧着，没看见，现在也不能上了。大的嘛，俺哥搁这里，我再耍两下。啊，一瓶就错了，在危险接触。你打他，俺哥也打他。僵死了。他不简单，我吃了，我们不吃。你回家我联系吧。大局，他大局的八强将了。哎，那你直接回家，我拿命好嘞。大一将都跑出来了，那大一，我可能倔强的，肯定可以，这戏可以。真的会跑，你这就跑跑了，咋跑跑白了？他不管他去了，他妈妈给瞧了，妈也对他去，不管他妈妈给吹了。对了，这不就过来了？那我先往家弄点。大不了，对，那现在咱留下。对的，倔强的。大八强，两个人家对。跳到这我都夸他。回人家对。大强强吧，吹的强吧，吹吧，这个都是实力。你不讲了，经理他们。这是不当家的。你把钱收了。那你想往家我都。把他抢。我来打他，我干不起来。你的拳给打你的，你打。我知道了，我操，你腿到下位了。你搁下位啊？他腿一打哪来？腿一打哪来？干啥呗？吃到了吗？他这一不是把搞明白了？他马上看马上吃的太惨了，你没往手圈了。你这在看什么？你还有劲？你看看啊！你还有劲了？你啥都有啊！我接那个车子错了。啊，那你说你让他车你走公主，他一车你把你拍走，把桌子啪的拍走。我随便。我呀跟他对了不中？那鸡巴怎么抓用不到了？对，又是好几，这全家乡这些。他全家乡我鸡巴对都不给你断。我掉鸡巴的了。人家有各种年了，这家伙给你对的，你光想。他不会，他会对的。他各种年各种年不干了，马上去。各种年的舅妈婆，你把兄弟关上的。我这现在是我的电话响了，麻烦你。我反正跑边都待不住了，他家里都是。名都给你怼了，真懂，响声能带人懂。你的各种跑，他各种跑，你出来没了，就那一步你上马一大跑得上马一马都等马又大跑了，你不就追着他都行了是吧？我没给他拼了，他给他拼了拼就不拼去。那我这还有呢，我把局往那个不变得好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这都是他给我走起的。家中我厉害着嘞，这这他妈看上了啥嘛？这你妈好看上我来，他妈上来看我出来，看我出来。他鸡巴他那个啥了，我鸡巴怕的，我有点不怕。你赶紧画画，你看弄这事儿了。啊，不会，弄这事儿少点儿。他是出家去了，我老妈给家收的家，收的家错了。他老妈看好盯着他，同意不拆。这会儿他不弄了，反正他不能决定你上将。你要这个炮跟这个带劲的很呐。下一步攻了啊，攻一排，你攻不吃啊？你攻一排，鸡巴弄个那晃晃晃晃荡荡的。再鸡巴说退一步，对你的事，对你的炮。要退一步，吃他的炮了。妈，退一步吃他炮，落地了，落地上落下。他落地落下，上落下退的下。上落下，你这是。他上落下，炮对的下。退将下去，下将退去。退去是一。吃他妈！我站也站了要杀。吃他妈！我来再上两枪。对了，吃了。哎，这坏人。人家站你也要杀，咋办？不够。不中，再鸡巴他一跳马又快了。这哪会再他妈要敢跑到这个位置？你看看，把这兵快上了。你看大将。直接吃嘛了那个。哎呀，直接放了，你不害怕吗？你是，你把这别看啥都不敢看，他俩站在那站，对不对？直接吃兵了。我知道，他你看我也往这一来，直接吃兵。我上吗？直接吃兵，你先过以后，你那个几号机嘞？他都没有，那我接了。我上吗？我上吗？我上吗？咱们肯定吃你。我站在，你吃，他就吃了吗？吃嘛有点一百有事了，那记不中。有事，是机会啊！必须得会点吃嘛啊！对，会点吃嘛。你什么？吃嘛必须得吃嘛。吊个跑嘛，吊跑你接啥了？吊着跑，吊跑都接啥了？你干啥？你再跳五万的落地？还会演。
说的不该他妈的，他妈就是赔钱了。对，大哥，那大哥你菜鸡巴了，那咋？菜了，菜了，一拍奖，一外奖就可以接啥了？那行，拍鸡巴。这一步太难了，这一步太难了，这一步大，这一步太难了，这一步太难了，这一步太难了，啊，我这要举出来，这拼跑的拼跑的，现在拼跑人家都不回家拼跑的，我叫不到怎么着，说了都平，你往一边走吧，都是你来，我这着都快外操了，只有赚了，只有赚了，我跟你说，只有赚了，快外操了，就是讲的不讲了。今搞一个大妞，快快操，多个大妞，你要欺负我，多大人成妈蛋了？成妈上妈的，人家要钱不是钱，直接上妈不中。直接上妈也可以的，怎么叫他上？你想要谁？找你的也操嘛，不远了。找你的也找不远了。我要他，我说你出来嘛，对吧？我刚跟你对，都不跟你对。哎，这是个香呀！不是，出来推他，他扫两下。不是，马上下他。没事，我就出来怎么出来？你出来一拍就把包子拍死，是不是？那东西基本上是个合体吧？出来不？好，好往那一丢了，非得鸡蛋跟人家拼，人家会拼。他啥品味？乱了，胆小了。一会儿给你应个有名堂的三字回民。啊，这中刀真着他了，怎么回事？那肯定的，吃一波，那叫他逮个啥？吃这个，跟一局隔壁。你说你挑麻子死去了，那咋回事？跟局隔壁了不就算了吗？你交换我行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基本上那么不然呢？对，木根儿，这推的还散，烧纸都不够。这样，我看推的也还散，质量高。那啥领了？啊，他是一件衣服顶上加了个边儿，加了个边儿，看着跟穿个毛衣，顶上顶上那个样。这推的怎么？不能乱说。上面加了个边儿，这不加领？加领？跟你们穿的衣服。加领？对对对，吃。把冰箱子说，吃不吃？加领？赶紧吃吧。吃吃吧，那不吃点中？吃。涨一涨，外涨138。外涨巨沉地方。外涨，那你们全线崩溃，崩溃了。你崩溃咋？你说你要不吃，你才崩呢。连挑嘛一挑，你不是有啥？你我俩也能搞，那是不是讲都讲歪了？讲鸡巴什么呀？谁他妈编？这样可以回马再看吗？这不是绝杀器啊！听不着吗？听都把他的命要了，扛着这，真的。还可以直接吃呀，直接吃也行。吃啥？直接吃嘛也行，可以拿去的。直接吃嘛也行。嗯，直接吃嘛。那就不成吊死了。咱吊死吊不了死。他吃嘛？他吃嘛呢？这样控制的，不能让他看着。这样，把讲起你就讲起来，讲起来好不好？这不是控制，讲起来不讲起来。中国兵都脱了，中国兵都赢了，扛着这。压住吧。压着没地上跳，他都没地上跳是吧？那搁这跳吧，跳这。他加工没中，他那举起不来，都不中了。你都有招兵了？别等举，等举吧。你就打击。他这能举，耗子咋打你了？你真刚佩勇哥说的，他招兵厉害。那他分辨不厉害。等举吧。那姐，等举你不等举咋弄？现在他要三个兵。他姐，你过来，关键都是嘛，他一个人。他妈也过兵，他妈就是把四包给他一关，他不行。老魏，你要一等举，他妈往上一扑，你走了。你不往外跑吗？你啥往外？就往外跑，你也不能动，好，你将来上老家，你妈也不能动，那还中？那公主吧，那公主她也公主，还不着急，那慢慢能叫你了，你不动，你得住着一直下去供了，你没有啥？中来也得供了，中中中，拿起来挂电话去。那孩子多好啊！我带东西了，到这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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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上一摊子吃的。一天都烧到你上不去，我走走。啊对，我给烂了吧？烂了都给你吃了。烂了都给你吃了。我干什么？你上吗？烂了都给你吃了。高举啊，高举。高举吗？高举，高谁了？上吗？上吗？不进。话都是喝多。你可不可以叫一？将军，一碗起点外。哎呦。那去，那妈压着也咋着了？压着呗，压着咋了？压着压着压着，然后把举出来跟他鸡巴对决。那对决咋了？本来关键就是，你压住你，你咋搞对决？想不明白了，咋对决？哦，你搁那对决，我哪瞧不着你咋搞的？我哪瞧啊？咋对决？听着你了又？啊？人家都不顶他了，算了，将军也上去，人家骨头都死了，人家骨头死了，告诉他了。我行，在哪来？我行，叫你上老家。人家骨头死了，咋着？他不回来，你是谁？咋着？啊，你滚，还放下滚！搞的，这怎么放你呢？别堵了，应该跑哪去？跑哪来着？刚才应该不都鸡鸡吃了吗？过来，你上吧。你上吧，你上。你不上，你不上我，你要不上你要不上我给他上。那你千万别上。你我上半天你不上，我当我说了你。我鸡蛋呢？叫你上你不上。上我呀，你是哥来不叫你。